你这个人乱按人家，人家在用轮椅推，你在后面一直按人家的铃，你这个人有没有礼义廉耻啊？你这个人在这个公民社会，你是不是一个渣渣？需要靠我这么近吗？有没有需要去派出所？你骂我脏话，不，我骂你什么脏话？你骂我他什么脏话？那不是脏话，是脏话。你为什么站在后面？你不要站在后面。